离那个猫头鹰的森林。好，那二楼的话是猫头鹰的森林。Crystal 没自己看。二楼的话是猫头鹰的森林，然后一楼的话是那个豹猫，就是有那个那个叫什么云豹的那个豹，豹就是身上有豹的花纹的那个猫。猫料金的话，猫头鹰的森林是600元日币，然后如果你连一楼的那个猫的地方也要去的话，共通的票好像是1300的样子，这边是1000，单纯猫的话是780。30分钟780，600元。我说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在猫头鹰的森林里面，那就是只有二楼猫头鹰森林的话，就是只要600元日币，然后它没有时间限制。然后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逛，没有关系。那因为它是只有一条通路而已，所以那我们就先这样前进。然后像这个有挂休息中的牌子的话，就请不要打扰它。寝てる？寝てるんじゃない？真的好可爱哦，它好小哦。它在睡觉，我们不要打扰它好了。めっちゃ可愛い、ちっちゃい寝てる。的时候啊，记得就是要用，刚刚工作人员有说就是用手背摸它，因为手的话会有指纹，会把它的羽毛弄脏，所以就是要用手背去摸它。它睡得好熟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好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一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松鼠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小的。这个没了没事。假的，嫌そうな顔してるけど、可愛い。
它的毛好软哦。然后记得就是要用手背摸它，因为手的正面的话会有指纹，会把它的羽毛弄脏，所以就是用手背摸它。啊，非常好喝。然后正面的话，它的脸还有爪子都不要摸。对小孩子有点不太喜欢小孩，所以就是麻烦就是安静一点这样。他的睫毛好长，好可爱哦！見て、まつげめっちゃ長い。見て見て、あのまつげめっちゃ長い。可愛い。他睫毛好长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。可愛いな、まつげめっちゃ長い。見た？見つかりました。超级蓬松的，好喜欢哦！骷髅盖盖。然后记得就是脸的地方还有爪子都不要碰，因为就是它可能会生气，会有点危险这样子。这一只它有挂那个牌子啊，就是它可能会咬人，所以要小心。到了。ハリボッターのあの袋じゃない？
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猫头鹰。啊，你看他的脸好像很舒服，他眼睛眯起来了。没听懂。你看他的脸好像很舒服，他眼睛眯起来了。好啊。不忙了 ，UK 就这边有一只很小只的，大家都没有注意到，它在休息。